是卢台长吗？是啊。那啥，我是中国内蒙古，是从村庄的三五三桂林小区三五三的，我叫张美玉。我去学心灵法门，有点学偏了。呵呵，学偏了。师傅，你看图成吗？我电话信号好不好？听不听？我就跟你讲了，你属什么？几几年的？我是68年的，属猴的，3月25生日。哎呀，真感谢老天，真感谢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我真是万分顶礼，太谢谢你了，打不通啊！告诉你啊，现在你呢，偏的不多，就是有点追求神通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听懂听懂，我学好年了，我救别人。有个人，考大学挺好，要搞对象，别的地皮算着他，就想顾全整他，掏那些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激动！我接受结婚了，真的太激动了。那啥，完了，就算他掏一笔钱，就顾着万一要不跟他搞，我侄子因为这次不了，他用灵性上身身上，我侄子属鼠的，他那个3月28生日，好17，就是。像不穿衣裸体，他爹他妈都回避他了，都不敢见面了。你能不能少讲两句话？哎。啊。啊、哦。你来问台长还是听你讲？你要台长听你讲还是你来自己讲啊？哎，谢谢了。嗯，他现在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啊，你脑子已经有问题了。啊、哦。我看到你现在脑子里有两根柱子啊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脑子里有两根柱子，影响你的思维。你现在脑子不清楚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听不懂啊？听懂了。听懂了了，聊也没用用啊，啊！好了，你要记住，多念心经，哎，多念礼佛，哎，不要去追求神通，哎，不要去给人家看病，因为你只要去，我帮人家解决这啥的。哎，你不要去，不要看见一些东西就去乱告诉别人，否则你会惹麻烦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！真谢谢了，谢谢观音菩萨，太好了。啊，好好努力，讲话做事情不要疯疯癫癫，实实在在，老老实实，别人更看得起你，明白了吗？我就想拜佛念经，学心灵法门，我觉得心灵法门太好了，结果这家人不让我学，往死下正整我，挺想整我。就是家里有阻力，就说明你的缘分不够。善缘不深，听不懂啊？啊，听得懂吗？师傅。嗯。师傅，我拜你为师兄嘛，我想让你能保护我，好好学心法。我想这些人有挺多要学的，都觉得这法门特别特别好。但是有一些那个这不社会风气不好，有些挺香的就乱整因果。对，我一点法力没有，我对付不了他们，我也没法，太困难了。你还法力啊？你还有法力啊？我啥也没有，啥也不会。好了。他没整我，就听见他整了。不会的，你多念经就不会整你了，好吧？哦，师傅，你帮我看我家孩子行吗？我家孩子是属狗的，8月15生日。今年9岁，是吧？他正见你，他说的，师傅说的，我将来做观世音菩萨，正得天见。说那房可好了，我跟师傅不少，昨天看15个菩，前天10个菩萨，他一到天就变成菩萨了，不是他本人了。嗯，好了，不要去讲了，去讲这些东西你
万一走偏的话，你会变神经病的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我家孩子跟我讲的。啊，你家孩子跟你讲的，你就听他讲完之后，不要去鼓励他，也不要就是啊，开心好，哎，就好就可以了嘛，好了。啊，谢谢了，谢谢师傅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师傅，我就当你徒弟好吗？要申请的，要写申请表格的。我这家是中国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，根本就给你邮不到去，邮过好几次邮过去。啊。那你跟那个秘书处联系吧，好吗？我就打电话高上说一声，行吗？对，你先跟秘书处打个电话吧，好吧？哎呀，跟师傅万分的叩杯，真是谢谢师傅了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啊。好，我今天来听听这节是吧？哎，乖一点啊。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五年级以前，我就说天冷天下雨就下雨，完了我也经常梦到我就在天上飞，不知道啥意思。天上飞嘛，说明你在天上待过的呀。好了。哦，刚才有个通灵人跟我说我是天上，因为我犯借条了下来了，跟我说的好难过，要你承受这些惩罚，你不要学佛拜金。好了好了，师傅联系好难，不要去，好难呀，不要去听什么听。喂喂喂喂喂，不要去听别人讲，哎、听不懂啊？哎，他说你在天上杀过人呢，你也相信啊？哎，好了，我就是师傅的，师傅太远了。离开父亲还要找不到家，太难了。嗯，太难的，慢慢找，终究会找到的，明白吗？谢谢师傅了，师傅，我就认我当徒弟吧，行吗？我就认你为师傅。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打电话，打电话到秘书处跟他们联系吧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啊，谢谢师傅了。再见，再见啊，嗯。那好了，啊。哎呀，真的是可怜。